think I'll pull.咱咧倒光个拍布，买咧要试一个倒的光。你了咧，差不多，差一个多是要试阳光这个光较顶啊，嫩，大一个扁扁薄薄了的。所以讲，我都爱安尼做，安尼大一个扁扁的啊，一定多。我咱干咧，差不多红度看落大，啊也顶多。你要看到了那个刚才的硬度，差不多是安尼。
我们不要跳浪池。
我们两个买，买两盒买，啊，到尾买上来怎啊？这尾拢剪掉，都出迄弧度迄啊，拢剪掉。 Thank you.
单风刀单的磨了，前后刮一遍，咚咚咚，咔咔的刮一遍。现在开始下杠的单风刀。
下我们先差不多要穿到这边，因为这硬塞的话也差也派去。这个处理的重点就是规矩都要烧红，然后让它应力消除，这样才叫做处理。这足够，这足够重要。伊刀仔临门就是这个最后一道手续，热处理。处理了好，刀仔好用；处理了不好，这个刀仔不好用。那刀锋很均匀的。均匀的热，均匀的热处理，安尼起来刀仔较会碎，头仔尾啊到尾拢都是安尼，内刀较均匀。你看，它的刀锋。不一样。
料会用中坚强。刀锋也很强，这个部位做一点力气非常棒。
现在应该是东港货是最谨慎的、最细心的是吗？